兄弟们相亲相到了美女姐姐，她非要跟我坦诚相待。这你家呀？以前是。以前是是啥意思？家里有人呢。七夕来了。这谁？找男朋友。男朋友。找前夫。啊？那你好，你好。啊。老弟是不是搞艺术的呀？啊，看着挺潦草啊。前夫哥也不遑多让嘛。来，整瓶可乐。哎呀，喝点儿。罐装的东西最没有劲儿，最没劲儿。喝就喝瓶的，瓶的最有劲。停。瓶的最有劲。老弟平常挺节俭呀，啊，这玩意儿现在多少钱一个了？哎，前夫哥平常挺铺张啊，自己喝点可乐还得给地板喝点。哎呀，来，七七。哎，知道为啥放怀里不？琪琪这几天喝不了凉的啊。另外告诉你，这回来什么目的，就是来给你还钥匙来了。以后你这个地方咱俩也不会再来了啊。走，琪琪。